王不累，听说变形金刚有一只大钢索，竟然会变成机器人，我想看你玩啊。什么大钢索啊？搜搜看。我天，竟然真的会变形啊！太酷了吧！而且好大一个。既然小粉丝想看我玩，好。哇哦！咦，来得这么快啊？走，超级大钢索，我来啦！什么鬼？怎么这么小啊？不是吧？打开看看。哎呦我的妈！超级大钢索，骗人的吧？崩溃了，我真的崩溃了。还有什么？哎，放大灯。这个是武器啊，好像有个说明书哎，来看看。为省油费，玩具均缩小计出，请玩家自行放大。又不是机器猫，怎么会有放大灯啊？要不我来试试。开关在这里。不要对着自己。来吧。变大了，真的变大了。我天啊，好大一只钢索。嗨钢索。变形。我的天哪，感觉身上有好多机关哦，而且每一个机关都在动啊，简直太酷了。感觉好厉害的样子啊，让我多玩几次。变形。变形。配上这个音效，简直完美啦。我看你变得也累了，换一个。生日快乐。还会跳舞呢，有点搞笑啊。倒立。哇，这么大的大块头也能撑起来，好厉害哦。我天啊，连武器也变大啦！快给它装上去。钢索战斗吧。有了武器就左右开弓啊，这几个姿势摆得可真帅。守卫赛博坦星球。诶，这个是放大的。小伙伴们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之前好像还有一把缩小灯呢。来了，快看我的缩小灯。我现在就来试试，要是现在把它缩小，是不是就能得到一个迷你形态的机器人钢索呢？拿出我的缩小灯，缩小吧。我天，真的变成一只小钢索啦。哈哈，这么小一个，放进口袋带出去，到了外面再拿出来，我要变大。哈哈，我也拥有机器猫的本领啦。钢索前进。妈呀，走得好慢哦。不行不行，钢索变形。钢索前进。还是这只大恐龙走得比较快。哇，钢索生气啦。可能是这里地方太小了，钢索都伸不开手脚。有啦，我再给你变，又变成一只小恐龙啦。走，换地方。来到大商场啦，这里真的是好大哦。要是在这里变成大钢索，一定是街上最靓的仔啊。来吧，我要放大。再近点，放大。啊，怎么搞的？放大放大。啊，怎么回事？不能变大了。我的大钢索。